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霸王龙。土豚和大笑光波。我早就说过，大笑光波发射器能发射大笑光波，让人记起好笑的事情，大笑不止，是你自己要试试的。我好饿。饭都掉在地上了，我好难过呀。我要睡觉啊。小朋友，你哭什么呀？我的汽车坏了。哦，汽车坏了，来，我看看。我刚才又干什么来着？小朋友，你哭什么呀？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我都被你逗笑了。这里被我占领了，不想一直笑下去的话，就都给我走开。你是晴天？霹雳，我叫霹雳，整个动画就我一个恐龙，你都记不住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霹雳。霹雳来了。哇，最受欢迎队员奖杯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可以，不过你要小心，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奖杯，以前都是风暴拿的。没事，继续加油就好了。没关系的，其实我会魔法，可以把奖杯变回来。不信，我给你表演。啊，真的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有任务。啊，是土豚包包太太。宇宙护卫队，我要报警。别担心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兔村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风暴力量，闪电穿梭，彩虹能量，百变流星。流星闪电，你们想办法让居民们停止大笑。彩虹和我一起去对付霹雳。是。大家先停一下，大家可用补充嘴，就不会笑了。
们得想想办法止住大家的笑。今年不下雨，萝卜都蔫掉了。我好伤心啊。不想一直笑下去的话，就给我赶紧离开。霹雳。想跑都给我离开这里。霹雳在那儿。追。你们在笑什么呀？包包太太，你刚才不是跟他们一起大笑吗？怎么突然不笑了？兔兔的记忆力不太好，甚至常常忘记了自己的家在哪里。我明白了，他会不会因为忘记了自己觉得好笑的事情，所以就不会笑了？我们试着让大家暂时忘记好笑的事情。我来变个魔术，帮助大家转移注意力。好，小心点，不要打草惊蛇。他们可能随时出现在身边。没错，宇宙护卫队随时会出现在身边。发现霹雳了吗？我感觉到又有一只兔子。晴天，风暴。接电博士，你过来。好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不要躲。那边有亮光，往前走。好，别想跑。哇，好漂亮啊。既然这么漂亮，这里我也要占领。走开。青天博士，我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我生气了。霹雳要生气了。我已经生气了。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。晴天霹雳大笑光波，走了。哎呦，我笑得好累啊。笑累了那就休息一下，下面请欣赏魔术表演。快让他停下来。我将用神奇的力量把这个有标记的杯子修复得完好无损。真的吗？怎么可能？苹果红，香蕉甜，西瓜大又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闪电，这就是你说的魔法呀。你哇，太好了，大家不笑了。转移注意力真的可以让大家不笑。大笑光波，是霹雳的霸王龙号。彩虹，你先带大家到安全的地方，我们三个来对付霸王龙机甲。好，来的正好，大笑光波。大家快离开这里。他们跑什么呀？吓一跳，快保护好包包太太。好酷啊。
闪电飞梭！百变流星！放开我！盾牌可以反弹大小光波，如果能有反射性更强的东西，就可以完全反弹大小光波了。这里的地下有水晶，你们拖住霹雳，我来挖出水晶。我刚刚想起来，其实我会挖地。宝宝太太，你真棒！我是很棒，可是你在笑什么呀？我被大小光波击中了。别跑！哇！这就是风暴说的地下水晶，我们要尽快找到一个反光墙的水晶。是吧？怎么找呢？对了，小雨点点亮洞穴。耶，找到了！小雨点，扫描霸王龙机甲的位置。别跑！大象。比利又见面了，烦死了，还给你吧。为什么我在机甲里面也会笑啊？因为你的机甲有缝隙，我不能进去啊。有缝隙。什么早霹雳？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。闪电，我知道你不会魔法，所以我把奖杯粘好了。虽然不能恢复原样，不过没关系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帮我粘好的最重要的奖杯。想在天空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风暴彩虹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蜷缩